时间到，请抢答。我选 C。 答案是 C。 抢到这一题的是我们的一号选手，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的正确答案。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C。 虽然我们的四号选手刚刚也说出了正确答案，但是呢，抢到这一题的是我们的一号选手，所以恭喜我们的一号选手得到一分。本市数学天才保研第一次参加直播式数学游戏世锦赛，是大家非常期待的选手。这次入围赛的失误使他的总分成绩从第一跌至第七，险些出局。接下来是更加残酷的淘汰赛，他是否能够扳回一城，我们拭目以待。起立。这么有仪式感啊，和平时不一样啊。保研同学啊，你的座位就在那儿，多精神，状态也好。看在你们这么有礼貌的份上，让保研同学和你们单独认识一下。光看啊，欣赏，别上手啊。保研，终于来了！我都等你一上午了，你怎么跑老莫那儿去了？第一天上学嘛，总得跟班主任报到一下。那老莫有跟你说你为什么调到咱班吗？没有啊，咱们班不是挺好的吗？对呀、啊，我们班可热闹了，你以后多来就知道了。什么叫多来呀、啊？保研本来就是咱们班同学，以后咱们天天见，是不是、啊？是、啊。兄弟，这次比赛输得挺惨啊！这次直播，保研，嗯，我要跟你说件事儿。什么事啊？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吧。好啊。这么快就答应了？嗯，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一言为定。